信和女友柔柔交往五年，去年开心宣布订婚好消息，没想在日前又传出柔柔怀孕的喜讯，让外界又惊又喜。而她预产期大约在今年年底，准备升格为新手爸爸余祥全也在17日和粉丝分享宝宝的超音波画面，还有可爱的心跳声。哇！在影片中可以听到他忍不住发出哇的赞叹声，感觉对于新生命到来感到相当兴奋，同时他也感动写下第一次听到心跳原来是这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感动。而影片在网上曝光后，不少粉丝和演艺圈的好友都纷纷在留言底下恭喜两人即将升格当爸妈，相信小宝贝一定会很可爱啊。Bye.